我们现在知识分子是 cyber 知识分子，是检索机器，不是思考者。文明是多脆弱呀，它必须精心呵护。那怎么应对这样的时代？如果一个人不甘心，但他力量又这么微薄，他怎么应对这样的一个潮流呢？怎么样获得自身的那种意义和价值？我对人的理解是这样子，今天教育的是凡人过日子的人。今天文化是一个这个打扮出来的文化，是舞台式的文化，是个导演导出来的文化。而今天日子过得太舒服，没有人想的问题。忙的是买这个鸡买那个鸡，忙的是赶时髦，忙的是听最红的歌星的歌。人这么走下去，也就等于人变成活的机器。那怎么应对这样的时代呢？如果一个人不甘心，但他力量又这么微薄，他怎么应对这样的一个潮流呢？怎么自我解决、自我解救呢？我就讲，我们人要找归宿，要走理想境界。我想到先拿《水浒传》解释，元明之际天下大乱，是那样想安排一个理想的世界。梁山伯，人没有等级，人没有高低，108个人，人人同如同兄弟一样。美好的境界是一个事情，你的左伟的虚的宋江一辈子假，到了最后，终于108人通通一个一个完蛋。好，施耐庵的朋友，就叶小贝，就写了《三国演义》，从头到尾成败不计，义气为重。作为关老爷，纯粹坏在义字上，那个脑袋也丢了；刘备坏在义字上，江山也丢了。反封了呢，司马家成了，又是个破灭。然后我再写叫《西游记》，一马兴权，孙猴子兴。那个意识那边白龙马，你心在导路，马就是载人。猪八戒是欲望，贪东西，好色，贪吃，但是还非他不可。这个欲望要驾驭这个马，直到最后求真经，真经给了你的是没字的，那个河无定河。过去先死了才能过去，所以所有的追寻理想、意气、欲望，到了最后是虚空。所以我对人的理解是这样子：山谷里边花开花落，没有人看见它，那花开花落白开花，白落，因为它不在我们理解的世界里边。所以今天看见黑洞能照相了，我们才晓得黑洞里面什么玩儿。这是我们的宇宙知识就多了一大块。所有我们知道的，或者肉眼看见，或者用机械的眼看见，或者用推理的眼看见，或者用理论的脸来看见。我是跟着 analyst， 就这个年鉴学派的思考。年鉴学派错用了年鉴名字。年鉴学派的人的眼光就是要超过年，他们千年鉴万年鉴对。我的历史个人的地位最小，最短是人，比人稍微长点的政治，比政治稍微长点的经济，跟经济稍微长点的社会。时段最长的是文化，更长的是自然。那么我们中国人过日子等等等等，都是人跟自然整合在一起。中国有24个节气，我们过日子总是注意到人跟自然的变化同步进行，以至于到一个诗词歌赋，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，就中国人注重的就是这个气，这个气天地之间的正气，这个正气是每一个人上都可禀赋到一点，这个气就神，不是具象的神，
不用他来吩咐你，你不做事我干脆伊甸园的呢，是你自己培养自己的。嗯，一个人呢，宇宙的变化，人世的这个心肺，通通融合在人的情感里面，这种的情绪，这种的气脉，就是我讲的人找归宿的问题。人自己的，我是宇宙之间那个人。嗯，我不自尊，人谁会尊敬我？这个是中国人能够在一切条件都不好，可他的挣扎站出来。嗯，您对中国文化最有信心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所以觉得它一直可以持续下去，仍然会有生命力。我抗战期间的经历影响我一辈子，也影响我念书的选方向，嗯，以及我关心的事情。嗯，抗战期间是求死不得，求生不成。嗯，我呢又是残废，也不能上学。我七岁抗战开始，我到13岁才能真正杵着棍儿走路。我呢就跟着父母跑，我父亲的工作是在这个战地的文官，嗯，所以我们也就是战场前战线前前后后，常常就住在乡下老百姓那儿去，借个铺啊，嗯，庙里边借个地方住住住，哎，所以我跟老百姓的日子啊很接近。农夫怎么种田，7岁8岁小孩就到地里去抓虫子，那这些经历啊让我在中国的内地的这个日子看了很多。我的心一直念着那些人。嗯嗯，我们打8年是靠农村撑起来的。嗯，哎，那个农村呢，嗯，各地撤退的人或者拉锯战所前线撤到后边农村，农村们一句闲话不说，嗯，接纳难民，嗯，一句闲话不说，嗯，多少粮食拿出来一起吃，嗯，没有一句怨言，一起饿，嗯，满路的人奔走，往内陆走，没有人欺负人，挤着上车，挤着上船，都先拿老弱妇女往上推，自己留在后面。嗯，大路上奔走，多少老年人走不动了，给孩子说：“你们走，走。”是不是这段经历让您也对中国文化始终有中国始终有特别有信心的？所以我知道，嗯，中国不会亡，嗯，中国不可能亡，嗯，对不起，没事，师父，对，一谈打仗他就哭得个稀里糊涂，嗯，我不问了，不问这个事情，没有，不好意思，嗯。一点浓是吧？嗯，也不，挺很好，谢谢。当你讲，我希望什么呀？嗯，我希望的是没有国家的界限，所有的事物在人跟人之间磋商、协调、协议之后，大家一起做。嗯，资源不需要斗争，不需要夺，这个是我想希望的事情。嗯。这个融合，就举一个例，美国这个工业化真正起飞是1850，这里是钢都啊，嗯，钢都，对，欧洲来的移民一波一波进来，你从 A 到 Z， 40几个住民，嗯，不同的人谈话，不同人见面，不同人。有交往，嗯，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应该去看看几十里路长的
不断的烟囱，全世界钢铁的出产量的1/4曾经是。那您刚才说等于是匹兹堡是一个融合的一个中心嘛，包括一个前哨。对对，这种融合也是当年美国力量的源泉。对，这个融合，你刚刚听见我讲哪个村子哪个镇是哪些人，没有很穷的人，富人呢也没占了那么多财富，社区完整，没有碎裂，这个生活的距离差距不远，每个人有尊严，有自信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和谐。后来慢慢城里面的小店铺一家一家不见着了，连锁店一家一家出来了，市场出来了，这些人就消失，慢慢消失掉了。现在这些自然环境家庭组织都被破坏掉了。对，18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工厂主融入财富，现在的财富是大财团玩钱，那比生产快多了。而这个阶层越来越固定，我们几乎可以数得出来的，不到50,000那个人掌握全国财富的90%，越来越集中之后，中产阶层人全在萎缩，上面一收网，下面老百姓全饿掉。所以这个是个大危机。您觉得这种失衡的状况，或者说用一个更正常的一个方式，它是什么样子？这个说实话，要许多人合作。